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我在网上看到你的消息，有点担心你，就过来看看。林清妙，他不是一口咬定技术抄袭吗？他来干嘛？啊，我没事，你回吧。技术，我就这么惹人厌吗？啊，我只是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再联系了。你还在恨我，对吧？当年的事情，一切起因都在我。如果不是我拿了你的东西，你也不会有口说不清。我并不在乎这件事，如果你是因为这件事来找我的话，那就不用再提了。技术，其实我一直都没有放下过。我知道，当年是我的问题，我向你道歉。什么人呢？背里说坏话，表面装无辜。技术，你千万别辜负我对你的信任。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那宋元七呢？我看你跟他关系不一般，之前你是不是还打算把版权签给他？我们只是工作上有来往。你犹豫了，但你知不知道，小说抄袭事件曝光后，他立刻就放弃。你看吧，大家都很现实。林清妙，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？开始在背后一人长短。我告诉你，他没有放弃，是我改变主意拒绝了他。好了，没什么事，我就回去了。你别着急，他应该马上就到了。你看，说曹操，曹操到。来了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我帮老季查资料呢，这么晚叫我过来干嘛？坐坐坐。老卢，今天我听林清妙说，技术大学就经历过抄袭事件。你怎么认识林清妙的？我们是同事。还真是冤家路窄。当年就是因为他，老纪当年的设计、论文原稿、备份全丢了。后来陷入抄袭事件，无法自证，就肄了。肄业这么严重？当年的事我也还有印象。小齐，你不记得了？你当时还被辅导员叫走了，好像就因为这事儿。这事还有我？对啊。所以，我真参与过。你不记得了？我一直以为你见到技术后，你俩已经说过这件事儿了呢。我完全没印象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林清妙不是他前女友吗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事儿说来话长啊。林清妙是老纪大学时期的女朋友，我们仨高中就是同学。她一直喜欢老纪，追了他很久，两个人才在一起。可老纪那时候孤僻，做什么事都不会想太多，根本不知道单航喜欢林清妙，答应了林清妙做男朋友，两个人照常相处。可林清妙不是啊，她那段时间特别没有安全感。一旦被忽略，就会想尽各种办法提升存在感。好好看书。我无聊嘛。别人都说图书馆是约会圣地，我看才不是，明明是你们书呆子的圣地。无聊的话，找你室友陪你出去啊，或者去看电影也行。你不陪我吗？别人都有男朋友陪的。我不陪了，我还要做设计呢。设计设计，你每天都是设计。你每天都跟我在一起，不烦我吗？为什么不找一个新鲜的人陪你做新鲜的事，不是会更有趣吗？好，去就去。
姬叔以为是他拿走了东西，结果林清妙不接电话，不见人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老纪那段时间有一个论文和设计，那关乎到老纪能不能保研，他天天泡在图书馆里，就是为了尽快完成设计。他本来想找个时间跟林清妙说清楚，可是林清妙赌气，他发现善行喜欢他，清妙就利用善行让老纪吃醋。给你带了包子，谢谢。什么？你爱吃的肉的，牛肉的。你怎么知道喜欢吃牛肉？可是老纪也没意识到他的意图。那段时间，老纪忙于找他丢掉的设计，发现找不到，就赶了一份。等完成之后，他意识到忽略了林清妙，本来想找他道歉，可是没过两天就传出来抄袭的事儿。你说这论文没发表还好，可他偏偏就已经发表了。另一篇高度相似的论文，先于他一周之前发表，是我们专业另一个教授带着其他学生做的。其他学生是林清妙？不是，是善行。他说他早就开始做了，还有完整。